原本很开心的开车回家的说，那个啦，可是我家名字好像变了呢。然后，哇，我的备胎好丑啊，怎么回事啊？除了毛之外，其他东西完全不像啊！哎，只有毛是染色的很像而已。给你，然后呢？无线电已经开启，还干嘛？嗯？他叫什么东西来了？哦 ，UFO 来了，我好嗨啊 ！UFO 撞到我的号，我的家呢？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神灵，我们今天要玩观众推荐系列了。今天是恐怖娃娃，哈哈，之前我们有玩过这个游戏的。这个娃娃呢，其实是由人类的恶意所抽取出来的一个产物吧。原本娃娃是不会动的嘛，但是因为人类生下他的后母吧，所以就产生出这个娃娃了。那么之前呢，我们对付这娃娃的方法就是让他跟我们的孩子结为一个，或者是呢遇到圣诞老人，还蛮奇怪的，对。那么现在呢，还要更新多了两个新的结局啊，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吧啊！而且游戏好像也有中文了，甚至呢，嘿嘿 ，BGM 耶，游戏开始喽 ，Heidi 哦，超级游戏呢，哇哦，来吧，开始吧。啊，终于有几天假期了，我很期待见到我的家人呐 啊！每天去公司上班累的要死，终于可以回来了。而且现在是冬天，不错。嗯，我的家名称怎么变成恐怖娃娃的家？哎，哇！欢迎回家！哇！游戏开始了！哎，掉水了，我的车！我需要找个入口。OK， 哎，要不要玩游戏啊？哈，我的车！之前我们的逃脱方式呢，就是解决那个图腾吧。对，就是有那个图腾呢，这个娃娃才会动的。所以我们要击败六个图腾吧，收集东西，击败六个图腾之后呢，那个娃娃的灵魂就会跟我们孩子结为一个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不要管他了，我们要逃离这里呀、啊。哦，等一下，我先去楼上等一下。来，摇摆，还要荡秋千的哈、哦。来啊、哦！喂真的假的？这样上来的、哦？好的，这样就来到二楼了。OK， 等一下，谁来了？谁啊？不要怪啊，臭娃娃！哎，轮子，来，轮子来，三轮车，收集八个三轮车的配件。OK， 收集好，我们就可以开车离开了吗？我要想办法发动车子，然后离开这里。耶！哎，一二三，木头人不可以给他看到，不是吗？兔食 ，OK， 这边有兔，这边有兔的食物 ，OK， 兔，有子弹，我拿到什么东西了？钥匙吗？啊，对，我找到钥匙了 ，Yes， 啊，托盘只可以拿这个饲料。哎，我要给兔吃东西啊，兔，你快点来吃兔。哎，不是，我又不要收集兔的头，兔是某一个祭品啊，我们可以拿上去给某一个图腾的，但是我们不需要，这边应该就放着车的吧。Hello， issue， 啊，有新的车了，我们可以开车离开吧？啊，无法启动，没有轮子哦，给你哦，没有轮子呢啊，轮子两个，两个还不够啊，什么东西？油啊，赖打在这边，然后在那边加油吧。OK， 赖打有油了之后呢，点燃赖打，来溶解10424那个密码。OK。然后这边有枪啊，有枪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打开这边的链子了，射掉。OK， 可是这边没有东西呢，需要木板啊，三轮车零件哦，爬子在这边哦，叉，有没有零件？应该没有吧，这么小都没有零件的呢，有够小气，这什么东西？车钥匙，哎，我拿车钥匙了，不能用。OK， 爸爸壁橱，是这个橱的，打开，铲子走，这边挂着一个桶子，这边是井的下面吧？正常来说应该是要把井转上去，但是我才不要嘞啊！桶子里面有一个钥匙 ，OK。地下室的钥匙找到了，啊哈，三轮车 ，OK， 还剩下一半，哪里还有三轮车的零件呢？
底下是 OK， 地下是有撬棍，还有一个三轮车，然后这边后面有藏东西吧 ？OK， 有没有三轮车啊？三轮车，哎，轮子哦，轮子是要这样拿的、哦。OK， 好吧，我们拿轮子去吧。轮子来了，我只找到一个而已呢，可以吗？有，还差一个，还差一个。哎，干嘛干？啊，一二三，木头人啊！你们鱿鱼游戏很厉害啊，没有鱿鱼游戏已经结束了 ，OK， 没有鱿鱼了，鱿鱼给我回去大海。礼物啊，没有没有礼物，礼物是圣诞老人的结局的、啊，不是我要的，就是拿了礼物之后去上面那边，上面好像还有一个阁楼啊，隐藏阁楼就在楼上这边，这边就藏着一个圣诞老人啊。No。Play with you 啊！年纪轻轻就要大人跟你玩玩什么啦？不是我在工厂想要吃一个宝宝而已。飞吧 ！OK， 请问有没有？轮子有吗？轮子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个？这什么东西？三轮车零件哦，找到了！哎，还少两个东西耶。基本上可以出去吧 ，OK。哎，这边除了石头之外没有东西了。OK， 可以上来了。这边有啊，三轮车零件跟一个轮子 ，OK，OK， 找完了，走，去开车喽。来，开车，开车逃离吗？用一赛车速度，我不如用走的吧，比较快。来，给你 ，OK， 怎么走啊？我要去哪里？不去拖我的车出来吗？用赛车去拖车。OK， Let's go， Let's go， 啪啪啪，浪掉五下哦，修罪修罪哦，有 ，OK， 然后金属链哦，之前射断链子可以吗？金属链哦，可以呢，哈，鱿鱼游戏了不起啊，我现在直接跟你玩死亡游戏啊，没有鱿鱼游戏就是死亡游戏 ，OK， 来 ，key 来 key 来哦，耶，小不会断吗？OK，OK，Yes，Yes， 不对啊，我直接开红色的车走不就好了？虽然很慢，但是可以直接走掉吧。特地调这台车起来，然后我们再开车走吧。有油吗？你确定要开车逃走吗？确定 ，Let's go，Yeah！ 管他女儿什么嘞，女儿只这样管他嘞，反正他在旁边看。拜拜，你好像是我女儿的恶意吧，但是拜拜啊，拜拜，这个你家就给你了，我不要了哈。我的轮子完全没动嘞，逃离成功，耶、我的老婆、女儿、儿子都被那洋娃娃给变成洋娃娃了，对，那个洋娃娃的杀人方式呢，就把人变成洋娃娃，可是我完全不想救我的老婆跟女儿儿子啊！你看了吗？自己逃走就是这么简单的啊！开车逃走就是为了避免我们被冻死在路边啊！但是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结局啊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它现在多了好多人物出来了，比如说这个鱼游戏里面的举办人比较嘛，还有这个 Coron Line 是什么我不知道，但是还有南瓜人、亡魂剧里面的娃娃、一二三木头人的鱼游戏的也是一样。还有鬼娃下集，鬼娃下集好像比较肥呢，为什么？还有拿着雷射枪的 Marvin 是某一个卡通那个戴着绿色帽子吧？啊 ，Poppy Playtime， 哎 ，Poppy Playtime 也有在里面呢，哇吼，蓝色的 Poppy Playtime 应该没有版权问题的吧？毕竟长得非常不像啊，呵呵，来吧。原本很开心的开车回家的说，那个啦，可是我家名字好像变了呢。然后，哇、哦，我的备胎好丑啊、哦，怎么回事啊？除了毛之外，其他东西完全不像啊！哎，只有毛是蓝色的，很像而已。你杀了我会怎么样来啦？杀了我啦！哎哎，卖照卖卖卖照卖照，哎哎哎，这边，嘿，你的东西呢？你不是拿着锤子的吗？嘿，哎，怎么从外渗出来了？当他敲门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被强迫玩这个一二三木头人。如果我们赢的话，就可以无限的复活。但是我们输的话会怎么样呢？绿灯，开枪啊！来啊，杀！第二天，哎，还赢了，还有第二天的，哇哦！每次永远去不了第二天的，因为你知道，一直赢那个一二三木头人，就可以永远无限的下去了。
是都转的，身体没有跟着转。啊！被芭比摆摊，被芭比给拖着走了。我们永远是朋友啊！哈哈哈！他还有饼干的呢，哇！哎呀，我们被当成娃娃了吧？他把我们变成娃娃了，在缝我们嘴巴，看起来很漂亮呢。可是你看起来好难看哦，怎么会这样的呢？你只模仿到波比贝泰的毛毛而已啊！我们是一个农夫，旁边应该是我们的老婆跟女儿吧？好了，刚刚那个不算一个结局啊，有一个另外一个结局呢，是根据我调查是 UFO 外星人，有能够动的娃娃的，多一个外星人也不奇怪吧，对吧？啊，这边有电池，我们要记下呀。电池好像是重要的物品啊，其实我在刚刚呢就有发现到一个特别东西啦，我们先射断这个 issue， 然后上来上面之后呢往右边走，这个图腾这里我看到那边有一个收音机，对，收音机应该就是要了，然后这边要放木板，我刚刚在那边附近啊，哈，那边哎嗨喽，哦，杀死猫咪别太了，耶，这木板可以用吧， OK， 杀死猫咪别太放在这边，我们就可以走过来，然后它应该是需要电池的，无什么需要电量吧，应该是呀， yeah， 我的猜测没错的吧，电池啊哈，来给你，然后呢无线电已经开启，还干嘛，嗯，它叫什么东西来了，哦， UFO 来了，我好黑啊， UFO 撞到我的号，我的家呢？哦，我家有个农田。哎，其实我家我蛮有钱的嘛，我有自己这么大的地。UFO， 嗯，这什么东西？什么材料桶？不知道。Hello UFO， 你需要什么吗？我可以搭乘一下吗？还是我可以抢你飞碟吗？什么东西？已经什么？应该是已经坏了吧？哦，部件要收集五个部件就可以搭 UFO 了。好诶好诶，洋娃娃都会动起来杀人，然后还有是那有人在阁楼的，所以有幽浮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吧。不要，我拒绝，没有人要跟你玩。楼上不要有交传声了啦，扣了啦，死变态，变态老人吧，什么海圣诞老人嘞。幽浮没有，幽浮的东西在哪里的啊？都没有的呢，它掉在哪里？这干嘛？就在路上，我找这么辛苦，就在路上。来，外星人啊，给你们啊，你们维修一下，我帮你们找零件啊，还需要什么齿轮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，跟我说。你们如果需要什么伽马射线还是伽马物质、beta 材质的话，我是给不出你们的哦。啊，屋顶这边有一个，哎呦，藏起来，哎呦，可爱呢，还会藏起来。好，还剩下两个。啊，这边还有保护色也太强了吧，屋顶有两个， OK， 剩下一个了，呵呵，好，剩下一个啊，洋娃娃，不要以为你跟波比联合就可以哦哈，波比他已经掉进工厂的深渊里面了，哈哈，也许他以后会复活吧，但是现在还不能呢，我看到黑色东西了，在那边一个转头就看到了，太明显了吧，在雪地中的一团黑色，OK， 走吧，我们搭幽浮了。好，你先走，慢走不送啊，好好玩啊。你把救起拆没有？跟波比贝泰一样好呆呢，波比贝泰还比较会追啊。来，幽浮，到离开这个奇怪的诅咒之地吧。旁边树都干掉了，是在冬天，对，不是因为幽浮的关系啊。Yes， 呜呼！哦，带我走，哎，带我走，哇耶，拜拜啦，可恶的玩偶，哎，等下，被幽浮抓走，好像也没有很好啊，我要被研究的，嘿，放我下去啊，幽浮结局达成，这边写什么？我们但没有逃约，等下我去找英文翻译一下，我们没有逃跑，而是被绑架，嘿。管外星人，不，外星人，我帮你是为了让你帮我逃走了，不是让你绑架我了，嘿，绑架了，只有开车才是唯一的逃走啊！这闹人结局好像也是绑架我们的，实在幽浮也是，这个世界好不可思议的，不可思议的东西很多，但是没有一个是好人的，嘿。